是你们的戏精头子西米。今天有没有觉得我穿的非常的火红？对，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啊，咱这个深夜食堂咱的应景啊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过年过节特别适合的零食们。其实我最近呢在减肥，因为快过年了嘛，但是呢我又觉得大家非常喜欢深夜食堂这个栏目，我又不能拖更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我就准备了我非常非常爱吃的零食，而且是过年过节特别特别适合送礼摆盘在家招待客人的这些零食啊。咱们过年嘛，对吧，排场得足，就跟我一样穿的红不拉擦的。过年咱们中国人就讲究这个排场，一过年家里那个菜哦，几十样菜，但是咱们这些小点心小零食咱不能落下，对不对？说到这个排场足啊，但是你放一堆红丝丝绿丝丝的五仁月饼在那儿啊，走了，嗯，你要是给我送礼啊，那就出门左拐不送。今天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小餐桌啊，我绝对是给大家都安排妥妥当当，看到吗？就我这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都说说两句怎么样？非常好，是不是？咱别的不说啊，就看这愿不愿意来我家过年，愿不愿意？行，不用说了，不用说，我知道你们都愿意，对吧？那你愿意的话嘛，那就红包准备一下啊，东西不是白吃的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先直接进入主题吧。啊，我穿这个衣服贼碍事儿，热死宝宝了。脱了，你们肯定会觉得我穿这个短袖特别的冷，不冷咱不冷啊。我今天这个装备啥都足得很啊，旁边放了一个暖炉子，我还怕冷着吗？啊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我暖和着了。今天就先来分享第一个，我觉得很好吃，过年过节特别适合在家摆盘的东西，就是这两个。这两个是我在一家买的。这个我跟你说啊，他们家的东西在我购物车里躺了半年了，我真的是为了录这期视频总算下单了。他们家我买了四种馒头，一个就是这种豆沙馅的酒酿馒头，一种还是没有豆沙馅的酒酿馒头，然后还有一个彩色的酒酿馒头，还有就是这个红糖馒头。但是酒酿馒头我觉得它味道都差不多，然后今天就只热了这个豆沙馅的酒酿馒头来跟大家说。它这个蒸热了以后啊，是这样很软糯的，我就是图他们家这个酒酿馒头我才买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它里面的这个红豆能看到吗？是那种可以看到红豆颗粒的那种红豆。嗯，这个超级好吃，我觉得这个比普通的酒酿馒头好吃，因为酒酿它有一点点酸嘛，但是这个红豆它是甜的，搭配这个酸超级超级好吃。哇， Q 弹的感觉，放在家里小孩子还有就我们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啊，肯定特别喜欢吃，主要吃的很好吃。我还买了一个这个，我已经吃掉一个，这个是红糖的，上面这一层全部都是红糖，掰一下给你们看啊，应该是老面发酵的，北方人啊啥都懂，知道不？它这个红糖下面的这个面一定要搭配这个红糖一起吃，这个沙沙的口感，甜甜的这种口感啊。嗯，红糖一定要搭配这个馒头一起吃，下面这个馒头带一点点甜味，然后上面这个沙沙的是很甜的，小时候的感觉，很有嚼劲。我特别喜欢吃有嚼劲的东西，我一般煮泡面啊，我都不会煮到特别软，一定要有嚼劲。而且我吃面不是在北方有那种酒叶细的啊，毛细啊，就是对这个面条的粗细分很多等级，你知道吗？我都要吃宽面，因为宽面是最有嚼劲的。我特别喜欢吃有嚼劲的东西，北方的朋友们啊，嗯，我觉得我真的不当美食博主可惜了，真的。你们知道就这家店在我的购物车躺半年了，我都没下单，我为了拍这个视频下单的，还好不负众望，很好吃，符合我的口味，我太爱你们了。我买了超级多的放在冰箱，但这些有保质期的，等我这个视频发出来估计我已经吃完了，或者保质期已经过了。所以说我到时候送大家礼物的话就抽奖，到时候直接给大家买吧，过年了嘛，就当年货。然后咱们来说这一盘，这一盘是中国传统糕点，是中国传统糕点，不是西方糕点，不是日式糕点，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糕点啊。我刚买来的时候它是这样的包装，就是特别古朴的那种感觉，有一种在古代买的糕点的感觉，仿佛自己就是慈禧太后本人。我买了好多种，然后比较爱吃的是这个奶皮酥，还有这个栗子马。咱们先说这个栗子马，这个栗子马我一开始买的时候啊，它叫栗子马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以为它是栗子馅的，因为我还挺喜欢吃栗子的。结果吃它的时候呢，发现它是豆沙馅的。那你叫什么栗子马呀？对吧？你不叫豆沙马，你叫栗子马。那我就好奇啊，问啥咋回事啊？结果人家栗子马的缘由是啥？是因为它的这个东西啊，它的这个表皮非常光滑，特别像那个板栗的壳，所以人家叫栗子马。你说你这名起的啊，很容易让人误会，知道吧？它是这样豆沙馅的，它外面这个皮奶味的，嗯。
很好吃，一点都不硬，软的。我吃糕点啊，讨厌硬的，硬的糕点就感觉它是坏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跟你们说，像这种糕点千万不能吃多，吃多了会怎么样呢？第一会腻，第二会肥，吃这个差不多吃一根就可以了。吃下这个奶皮酥啊，这个奶皮酥呢，它是松子仁馅的。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加了松子仁就一个字香。之前我就是跨年那天跟我朋友是去鼎泰丰嘛，鼎泰丰是被美国纽约时报评为世界十大餐厅之一。我们进去点了一个那个松仁枣泥的甜品啊，一个包子，特别好吃。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鼎泰丰，也要点那个，真的好好吃。就是因为那个松子特别特别特别的香，所以我觉得加了松子的东西真的超级香的。但是还是不能吃多。第一吃多了腻，第二吃多了肥啊！这款也是松子的，一打开它就能闻到很浓郁的松子香味，就很香。松子这个东西真的在我的心里秒杀了瓜子、麻子、花生子。嗯，超级酥，有种吃曲奇的感觉，就是我们中国的曲奇，曲奇本奇，你看还是很酥的，看，你看到没？还有饼干呀，它跟这个还不一样，这个是糕点，是那种软的，但这个是那种酥的，这个好好吃啊！我刚分享的那两个美食，我都觉得特别适合，就是你过节的时候啊，过年过节，你放在家里招待客人，特别适合。招待客人不就是这种排场吗？咱今天分享的都是中华传统的美食啊，不能分享什么西式蛋糕啥的。过咱中国的节，分享什么西式蛋糕，你不扯淡吗？对不对？刚吃的。多有那么一点点腻啊，吃甜的吃有点多了。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个辣，当当当当，哇，这是我的最爱，我特别爱吃辣。这个是兔娘娘私房菜，你们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家的吗？真的我不好意思说，前段时间我去波克比家睡觉啊，住了一晚上，然后那天晚上打开他冰箱，发现有兔娘娘私房菜，但是呢我没有跟他说我要吃，我回家我就自己买了啊，相当好吃。这个是牙签牛肉，嗯，太好吃了。我对这种辣的东西没有一点点的抵抗力，太好吃了！你看，嗯，麻辣鲜香。这是牙签牛肉，一次一个，吃起来比较方便。哎呦，这个有点难拔，还买了兔腿，焦魂兔腿。嗯，兔腿也很香，兔腿的肉跟牛肉完全不是一种口感。刚刚那块腿肉太小了，吃块大的。它一包里面有两块腿。嗯，这个肉好多，哇，好大块肉啊！完了，我最近做的干辣椒油了，还好是短袖，扔了吧，15块钱买的嘛。我也是奇葩，我为啥要穿个白衣服在这录吃的视频？太爽了，辣辣的爽！我喝点水，喝点水。这个是那个白桃乌龙茶，绝配！我吃任何就是甜的、辣的，喝这个啊，绝了，超级清爽的味道，就是。白桃加绿茶的味道，它是这样茶包，里面有这个白桃绿茶，特别解腻还解辣，爽。我还一起买了那个红豆薏米茶，红豆薏米茶比较适合减肥啊。关于这个减肥的话，其实一日三餐吃红豆薏米粥，连吃20天也是有瘦身的效果，就是有点腻，想吐。唉，最后再分享一个，对石木阳来说他最喜欢的一个。就是这个豆干儿，这个是我跟乌龙茶一起买的豆干儿。看这个豆干儿平平无奇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定要分享它？你知道它好在哪儿吗？它作为一个豆干儿，你吃出了肉的味道，一股肉味儿，这个豆干儿。所以说我觉得减肥也特别合适。你减肥你想吃肉，馋吗？减肥就馋，那你说你咋办？但是吃豆腐呢，它是不长胖的。所以说这个豆干儿作为减肥的零食都特别好，它真的一股肉味儿，你知道吗？一个豆干儿一股肉味儿，完全就没有那种豆干儿的那种感觉，是咬开它，你给我们发现，聚焦行吗？咬开了之后呢，它里面也像肉一样那种，就像把肉咬开了一样，很神奇，很神奇，不知道咋做的，一股肉。让我想到之前我跟石木阳去那个杭州有一家特别贵的一家餐厅，叫大叔无界，就是里面所有的菜都是拿蔬菜做的，但是我去吃他们家菜能吃出肉的味道，我觉得特别健康，根本是肉味。今天的这些就当做年货送给两位朋友好吧，抽两位小朋友给你们送年货礼包，又当做年货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过好年嘛。作为一个美妆博主，每天在这搞零食，变成了美食博主，也多谢大家的支持与喜欢，好吧？还是希望大家不要白嫖，好吗？嗯，转赞评搞起来，没有转赞评也可以，没有赞评赞也可以，没有赞评也可以，没有评没有赞没有转，把我安利给你身边朋友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啥都没有。关注也可以，我这人就是太好说话了，你知道吧？好啦，那我今天的这期深夜食堂到这就结束了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？喜欢的话呢，就期待我下一次深夜食堂吧，拜拜。